贴什么？你自己知道不？自己换东瓜头换大了，盖儿盖不上。有没有人呢？有没有人？哎，你不是那王医生吗？你认识我？哎呦，王医生，你忘了？我上个月刚开始看的病。啊，那正好，你赶紧帮我看看我这车，打不着火了。啊，没问题，等等，老头人了。啊，哎呀，王大夫，我估计你这车打不着火吧？应该是机器出点啥问题了。嗯，不行，做个检测吧。你先挂个内科，好吗？不是，我说你这修车的还分内外科啊？本来是不分的，后来我从这个医院出院之后吧，我发现你们医院都太先进了，我得学习呀、啊，我们这边得改革呀、啊。就整完之后吧，我发现我们营业额翻了3倍。哎呀，行，看吧，看吧。啊，行。老板，这是那个内科检验单。啊、哦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王大夫，你来、哎，你看一下来，上面写着呢啊，这个刹车油检测费是200，蓄电池检测费是500 ，COP 这个点火系统检测费是1000，一共是1700。你看，你先把费用交上。不是，我这车就打不着火，你有必要检查那么多项目吗？有这必要啊？你看王大夫，打不着火的事儿吧，只是表面问题。那里边具体什么问题，我得给你做个全面检测。你说你万一开车开着开着一下子爆炸了，你这事儿谁负责？那我这车到底哪出了呢？我看看，从这个检测单上来看吧，暂时看不出什么问题。我建议你转外科吧。你这不坑人吗？我不修了。哎，王大夫。对，别生气啊。你这么着，你这我这修不修都行，但不过我善意的提醒你啊，我们现在整个行业都改革了，如果你去别的地方修呢，你还得重新检查一遍内科。得，我修，外科就外科。哎，王大夫，车修好了，这是车钥匙，一共是5000。那到底是什么问题要这么多钱？你再说了，怎么这么多检测项目啊？啊，就是那个车钥匙没电了，我一放个电池，车就好了。要说电池要5000，你疯了吧你？王大夫，你忘了上个月我去你那检查的时候啊，又是检查 B 超，又是彩超，又是 CT 的，又是验血，又是验尿的，光检查费就2000多。最后你告诉我，就是感冒了，多喝点热水就好了。